家说，这个是圣诞老人，他会来送礼物耶。哦，真的吗？我也想要礼物，真的啊。而且，那把我们家弄得很漂亮，这样公公很开心才会来送我们礼物哦。只是今天要早点睡觉哦，不然这样老公公不会来哦。圣诞老公公会抓到圣诞树，对，会抓到圣诞树。妈妈会抓到圣诞树，我会抓到圣诞树。嗯哼。妈妈会抓到圣诞树，就会抓到圣诞树，一只只，一只够了。已经够了，然后哥哥抓到圣诞树，也激动了。眼睛可以帮你变圈圈的，然后阿文就说：“那我们要来用一个很漂亮的圣诞树哦。”所以大家就开始剪纸，做星星，做圈圈。嗯，你想想，还要做什么比较漂亮呢？这个呢？这个是把它做成圈圈，然后很长很长，像彩带一样。然后妈妈就说。我们出门去买东西吧，晚上要过圣诞节咯。哇，好多人在这个地方买面包、买水果，还有买圣诞树的装饰品。这个呢？然后在哭哭，我要买这个面包啊，我要买这个。然后爸爸就说，我们已经有买一个很大的面包了，不要这个再买的话吃不完，不能买，要回家了。这个呢？那老板，我们的面包很好吃哦，爸爸，你要不要让小朋友买一个回家啊？啊，爸爸就流汗。不行不行，不能买了，不行，买了吃不完，放着会坏掉啊。然后小鸡们在这边，他们要跑去看那边的火车。哇，火车来了！妈妈在买水果，老板请给我这个。拜托拜托，老公公请来我们家。妈妈说我们要先回去喽，我要先回去喽。后来这有一个人看到这边有好多小鸡，哦。这个是我们家的小鸡吗？这个是哎，啊，爸爸爸爸，太漂亮了！我们现在老公公说，拜托拜托来我们家，啊，是这样子啊，那我们赶快回去过圣诞节吧。妈妈在煮饭哦，在煮好多东西哦，这有草莓，然后还有一些巧克力，然后这个锅子很烫，所以妈妈戴手套。妈妈就说，啊，你们回来了，洗澡水放好喽，可以先去洗澡喽。然后小鸡在问爸爸：“我要换的地方。”他们在把家里弄得很漂亮，圣诞树也弄好了。老公公，对，老公公，蛋糕上面有一个老公公。啊，他们来吃圣诞大餐。有这个，嘟嘟说这个是泡芙，可能是冰淇淋，然后汽水，然后。蛋糕，哇，还有什么咖喱饭，好好吃的感觉，还有面包跟水果，好棒哦！还有他们有戴生日帽，还有穿围兜兜，哇，耶诞节快乐！吃饱之后刷刷牙，上厕所睡觉哦。天亮了，咕咕咕，啊，好。这个是，他们在揉眼睛，你们好吵哦。这个呢，这个还在睡觉。对，还在睡。啊，有礼物，真的耶！我要看在哪里。然后他们就起来了。哇，赶快打开礼物，是最喜欢的火车了。每个人的车子颜色都不一样。然后开完之后发现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打开看看。哦，原来是火车轨道。然后有一只小鸡在玩的时候发现，哎，还有圣诞袜，而且圣诞袜是蓬蓬的，到底是什么啊？拍拍看。然后就说我们一起打开来倒出来看看吧。哇，好多饼干跟糖果。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太棒的圣诞节了，太棒了。然后爸爸妈妈很开心，小鸡很开心。一卡的是不是？啊，不行啊，来要睡觉了。好。不行啊，要睡觉了呢。我要。圣诞老人要走掉了。